有帮自己拍拍手，很棒哦。好，那你们再帮我把卡片收进垫子里面，放放。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认真，所以会答对。放到垫子上面，放到垫子上面，专心，专心做，对的，很好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再来找两个颜色，你有没有办法仔细看呢？眼睛仔细看哦，听着看哦。准备，滴咚，哦，有两个颜色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记好了吗？有两个颜色，眼睛滴，一、二。请你打开眼睛找找看，你刚刚看到的颜色放进你的小盘子里面。一字一字想一想，你刚刚有看到什么颜色？想一想，我们再想五秒钟好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忘记了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叮咚叮咚，请问中间是什么颜色？是橘色，你有没有把你看到的答案赶快放到你的小盘子里面？对了，很好。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颜色？非常好，新生都有答对哦，老师帮你拍拍手，非常好。等一下一样要仔细看哦。好，来帮我收好。一样有两个颜色，你要仔细看看上面有哪两个颜色，收收不完盘子，眼睛看，准备，叮咚，这里有两个颜色，眼睛仔细看哦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嘴巴不说，四、五，三老师会数两个颜色，你记好了吗？好了，眼睛闭闭，一、二、三，请你拿出你刚刚看到的颜色，有两个，放盘子。等他轻声讲出来的，很好，老师也找到了，我们要一起来看答案。叮咚叮咚，请问小朋友，这个圆形是什么颜色？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，好，那下面是绿色，这次有答对哦，请你们帮好朋友拍拍手，你们两个人都有答对，很棒。好，来，你有没有帮我把卡片放好？卡片放好。没有。怎么了？这个放。有，你有放好，我看到了，很棒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来挑战的。没有，我们要放黑色垫子。还有一个题目，还有一个题目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找三个颜色，你要仔细看好吗？等一下，一样小嘴巴不说话，你们不需要数数字，眼睛仔细看就好了。准备咯，眼睛看咯，叮咚叮咚，有三个颜色，准备，一、二，这里三、四、五，你有记好吗？三个颜色。眼睛要闭闭哦，眼睛闭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拿出你刚刚看到的颜色，放到盘子里。好了，没事的。好，瞧瞧看，你刚刚看到了哪三个颜色？再看一次有没有？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。你记得哪一个颜色？不用看朋友，朋友也不一定能对，对不对？自己专心看。金泽，你想到了吗？还有哪一个颜色？不确定是不是？那我再给你们两个看一看好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一样看五秒钟。手手先不拿，手手先不拿，放好，眼睛看我，仔细，只有看五秒钟哦。好，眼睛看，准备，一。二、